主料，苋菜35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味精、蒜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苋菜去根，洗净，切断，蒜剥皮，切碎，锅中放油，油热后，放入苋菜快速翻炒，而后加入盐、味精，翻炒几下关火，再放蒜末翻均匀即可。出锅装盘，烹饪技巧。苋菜呢，好熟，翻炒要快，蒜末要关火后放，菜的蒜味浓，好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